没有。啊？三，二，一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应该叫到已经到花莲，我们现在要来看清水断崖。就是三公里，美吧？其实还蛮多人来的。我们一早6:30就走了，到现在8:30，很快啊！而且我们走台九线，超顺。台九线很简单。哇，我看到了，老公。就是那个木头材质，九块钱。今天好漂亮哦！而且这叶子叫碧螺莲啊，真的好美哦。那你是说？走过去，走到边边边走。我。哇！清水断崖。大家在舞台上面拍清水断崖，所谓的清水断崖就是对啊，那你说木舟也会滑到这里啊？所谓的那假设这样讲啊，那滑的有点远，那体力要很多。在到上面没有人，走，爬上去。真没水准，还有嫩丢的。那边是铁路，那边是隧道出来。可以这样。OK。那你放开。
在高中再往下。真的啊，对，横的多拍几张。关哦，你再帮我拿着。这水好清哦，哈，又蓝。我基本上好像每个点都，还是火车经过的。哎，我已经上去了啦啊！在底下能不能来回？来来来，就刚才我这个一定要拍，来。我拍几个？下雨
过去就没有了。不知道。这边没了，围起来。还有后面那个。好多蜻蜓哦。其实台湾真是个美丽的宝岛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唱美丽的宝岛。声音呢？我听到，我觉得。哦。这里啊。对啊，其实也过不去啊。浪费水。我看拍一下。很美。来听。我说我看一看。是吧？他这个路啊，阻断了。他是纯粹给人家照相用。他现在要走那个书画展，这一条他就。风
你真是好惨哦。让他也到。游览车好几台，可是他是要回去的。